炮，鲤鱼炮真的太猛了。我现在差不多钓了两个小时了有吧，然后现在这个才是第二条。冬天的时候呢，鱼它们会非常的密，然后如果你找不到鱼的话就是一直钓不到，但是你找到以后呢，它们可能就是在一小片的范围里面就有一大群。那这一个点呢，我已经连续上了两条鱼，那现在再多钓一会儿看看，应该还有更多的鱼的，因为它们这个咬口都是非常猛的。季真的是什么鬼东西都能出。
这他妈也行，收线的时候，它居然跑过来咬的，那咬到尾钩，然后你看一下现在的鱼，冷到发白。